今天的目标，六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久的时间，无回来咱教会来做礼拜，可能在座较少年，较后来入来教会的兄弟，可能较无熟悉，嘛无看过我。因为我实在坐咱教会聚会，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。我就去读新台南新学院社工系，毕业就一个外口上班，去年无回到家，我平东教会比较卡教会的食地位牧师是上时可以去新学院。毕业了后，我就出国去云南去遐服务，煞接去华莲去新竹去台东。做社工七年久的时间，就受上帝呼召去读神学院，一个北神读神学院，来锻炼真济传道师。去年受总会差派去客家教会、廖家教会服会一年，因为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无讲台语啊。所以有真侪台语拢无啥认同，一个即个只嘛每一位兄弟互欠。一个即个只，我真感谢这段时间咱教会的牧长，咱的六位兄弟真对我的疼惜，甲我的支持，我的栽培奉献，甲为我祈祷。我也很感謝王牧師，他邀請我回來講道，很高興，我也很笑臉大家。咱現在做回來祈禱。主祢聽我的主阿爸的上帝，我滿心而樂感謝祢。祢帶我來到主祢的聖殿，來朝見祢的面。感謝你賞賜我平安在這個家聚會，現在我懇求你開我的目睭，讓我的耳開我的耳孔，開我的心神，讓我講甲聽的人都互相得到幫助。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，阿門。咱要进入这段经文进程，咱先来看这段经文的顶文。顶文就是第一节到三十节这个节，主要伊是讲到耶稣的宣告甲分道训练。虽然是真正的成功，不过顺道甲死亡的阴影甲压力嘛，常常变化着伊。就是伫安尼的状况，耶稣甲伊的十二个门徒真勇敢来传扬上帝国的福音，因为约翰传道的生命就是顺道。唔啊，定是有先讲到耶稣定十字架顺道，嘛是说明所有军对耶稣愿意做门徒的人。为道来死，道者良心，嘛是坐坐忠心听主的信道的命运。咱今仔日的经文有三点，咱做伙来学习。咱来看众人军队耶稣因欠缺什么？第一点，对真理的渴慕，这是一个咱的经文。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这段经文讲到，所以第二点就是身体的摇晃和需要医治。第三点是讲到心灵的摇晃，对真理的渴慕。接着大家这个经文，咱看见众人赶紧。军队伊，伫一个三十三章内底，咱看见即群人真想要听道理，因注目伫
惊缀袂着，嘛惊缀无去。虽然咱毋知影因确实会需要，毋过每一个人的可能，每一个人的要求无相，嘛无相。毋过因上共同的一个共同的行动，就是因知耶稣要去哪了，就赶紧去遐，去遐等待伊。在军队耶稣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行动。第二，因哪像无牧者的羊，这十四节即个才讲到，温度真无闲，对外面宣告转来。耶稣甲伊的温度准备要去找休困的所在，毋过伊看见真侪人要听到伊，所以伊就怜悯因，那像是无牧者的羊相款。意思是讲，我要真做伊的牧者来牧养伊，来照顾伊，予伊未了无，予伊食好饱。煞接咱来看，宽广真理的需要。一个即个只，咱看到耶稣，伊动了人民的心。原本服侍了真忝，嘛无时间通好食饭，想要找温度去旷野的所在休困。当伊看到遮个人的需要时阵，耶稣就对伊宽广真侪道理。即一个31节到34节中间安尼讲，咱一个才看见耶稣伊的心肠，伊是一个有牧者的心肠的人。在伊甲温度身体需要休困时阵，伊真做牧者领受的款式。啥物款式呢？伊甘愿谦卑，牺牲家己的需要，反倒先去关心百姓的需要。耶稣毋但是有能力的人主，有权柄的老师，医治病痛的医生，安息的主，有好名声的传道者。耶稣更加是一位好的牧者，伊毋但知影百姓的需要，而且佫实际伊去行动。伊三亲像耶和华上帝慈悲甲供应的款式。一个第二大点，身体的腰部甲需要医治。咱一个35节到44节，以及55节到56节，即个才讲到，天已经暗了，阮都离开讲。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暗，温度一直提醒耶稣，这是旷野，这是砖脚，而且无走，所以温度伊要求耶稣，请因回去，因离开走吧。这是一个圣经新的古籍本来的安尼观点。温度烦恼是有理的，因为地震卡的所在，若无予因较早离开，家己去买物件来食，到时阵伤暗就买无物件。不过耶稣的回应，予因了解。伊要爱温度，摕物件予因食。煞接咱来看，献出所有的食物，节38节安尼讲，耶稣伊并无同意食温度的看法，反倒伊命令因爱坚持去了解，到底有偌济食物经过了
经过了解，总共有五块饼，两块。一块饼差不多偌大块嘞？伊的宽度差不多这尼啊高，差不多是1.25公分甲2.5公分，这尼啊高。宽阔差不多是这尼啊大，18公分到20公分这么大，一个饼。耶稣敢若有这尼啊少的饼甲鱼，却是要饲饱真侪人。煞只耶稣伊提出第二个要求，伊阁命令阁要求所有在座的人坐伫草仔顶。这坐，伊是一种正式一个宴席。是半倒的一个姿势。咱来想，这是当时希腊人所请客的方式，毋是犹太人平常时坐咧食饭的方式。青草啊地，就是表示迄时阵是春天的时阵，因。一组一组排列，100人一组，总共有51排，差不多有5000人。分组伊的目的是咧创啥物咧？就是咧分饼时阵较容易吼分到每一个人，嘛较好来计算数量有偌济人。煞只耶稣将即个饼甲鱼。提起来，接下挂开，分给每一个人。咱来看，食物到遐阁有剩，一个42节到44节安尼讲，众人唔呐有饼通好食，伊阁有鱼通好食，本来是无够遐个，会食物，经过耶稣的祈祷。心里就一个温度甲主耶稣同工时阵发生了，因拢食饱，而且食饱要顾有剩，剩偌济？剩12拿，会饼一碗，甲鱼一碗。安尼的要求，咱来看今仔的经文，耶稣要求伊的温度。讲予因食，这予温度是感觉无可能的代志，根本这就是无理的要求。所以温度伊嘛真无客气，安尼回答讲：咱去买20块银，银两会变予因食吗？迄时阵的工资一天1块银，意思是讲买200日。工钱的饼，予因食嘛？这个钱一个当时大约会用来买着2400的饼。一个查甫人半天差不多半天会食量。问题是温度的心上无遮尼啊侪钱，而且因都爱开遮尼啊侪钱，一个食无关系。莫怪温度，伊的口气真粗鲁，佮真直接。不过，这种口气，一个马可福音关，这内底是常常有的。咱看见温度，虽然是信心无够力，但不过伊佮愿意来帮忙服侍众人，总是伊嘛是愿意。伊嘛是愿意屈服自己，顺服耶稣的命令，得到因真侪心灵的见证。耶稣毋但是软弱病人的医生，伊嘛是危险时阵温度的拯救。伊更加是一位超自然、大能的、有大能力的人。耶
稣的伊迄服务变成做有，好无可能变成做不可能。伊实在是一个是有真大能力甲作为的人。咱刷接来看第三点，心灵的调度。一日即大家，咱看到耶稣伊做啥物？伊首先伫主的。伊毋伫主毋上帝，主个面前毋上帝求贵人。耶稣伊一个得世代落船离开门道，伊甲众人门道离开门道，甲众人家己咧安静伫上帝个面前，这是伊常常服侍了后。所做的代志，虽然耶稣伊是上帝囝，伊是完全的神，不过伊嘛是完全的人，伊有着迄个软弱甲需要，所以当服侍结束，伊就退去山顶祈祷，或者是伊去旷野祈祷。这就是伊上好休困的方式，伊安息的方式。伊一边休困，一边对上帝祈祷。祈祷有智慧，有快乐。这是耶稣伊引传运动的方式，嘛是咱学习的典范。服侍安休。安休服侍。第二小点，靠目得到伊滴。当船过到迄年圣诞节的所在，耶稣甲门徒上岸了后，济济人都听见伊伫呾落，就带看病的人。有需要医治的人，将伊扛去遐。既然耶稣会经过的所在，不管是城内，也是庄稼，伊拢将这病人放一个街仔路，为着要来恳求耶稣，予伊来摸伊的衫裤的手。伊就得到医治。咱今仔日的经文，一个描写耶稣看到遮个百姓无理想、无方向、无目标，伊亲像困苦流浪的幽魂。伊对大家城市来军队耶稣，这嘛可能是反映伊时阵的领袖。是一个无能力、甲无公义、因无公平保护百姓，无法度予百姓真实的教导，无法度来满足伊的肉体、心灵、各项的需要。因百姓患病吃袂饱，心灵孤单、空虚。生活无希望，所以耶稣对伊动了同情的心，伊就抓了机会，开始教导伊真侪道理，提供伊予伊食物的需要，伊治伊身躯的病痛，伊治伊心灵的欠困，伊大希望予遮个百姓。唔通是因为家己的小事，所以家己的限制，所以咱信心少。因为人的尽头就是咱上帝担当的起头，咱要将家己有限的能力、资源、财富、咱的时间交托给咱上帝，交托在伊的手中。毋忘伊的帮助甲祝福，因为主会予
会来使用，而且加添咱予伊的五块饼甲两块鱼，予伊真多超过咱所想、所想象的结果甲应用。因为耶稣传福音，耶稣是传福音大能的勇士，伊嘛是上帝的囝，伊会将无变作有，予咱了解真多有困难的。当咱咧面对着搁大、搁困难的挑战时阵，咱的主伊就会来帮助咱，予咱会用咧甲伊做伙来行伊的成功。性格，所以咱来看这几年咱台湾发生什么代志，让人感觉真惊讶，无平安，唔知影变安怎。当咱掠做家己煮食较健康、较卫生时阵，咱却发现，古董咧食的油是泉水油做。当咱要啉牛奶，确实检查出，这牛奶甲牛奶粉是无合格，有毒，搁伤害身体。当咱嘴巴要啉饮料时阵，咱的饮料内面也是有一挂塑化剂。到今，唔知影什么食物是自然的，是健康的，是会当食的，会当啉的。原本这是政府相关部门的任务，伊邀请真侪专家来为咱顾问，为咱来保护咱，保护咱所有的百姓。不过确实无法度来保护咱。遮个人，咱亲像无互遮个人。什么人来保护照顾咱？热天到了，少年人休困去游乐园佚佗，却发生粉尘爆炸，有500多人受伤。一个前几天已经有7个人过身。一个卫生部、卫生部安尼通知，一个有382个人，一个43间病院咧治疗，有250人一个加护病房接受治疗，还佫有85人一个病医收着病院治愈的通知。遮个代志，直到失去亲人的家属，真正的艰苦，受伤的人。真惊吓，真痛苦。因的家属真唔甘，遮个人若亲像无目遮个人相关，谁要来看顾因的？台北市北投文化国校，文化国校有一位八岁的刘小妹，伊去厕所、去便所时阵。予人挂号死亡，一个安尼这么啊无安全、充满惊吓的环境，咱的百姓亲像无目遮的人相款，一嘴来看顾因的。这时阵，咱教会会用的做什么呢？咱会用的做什么？两位兄弟，耶稣一个传福音，伊同时提供遐个百姓肉体、心神的欠困，伊嘛观察到人有专人的需要，看咱的厝边需要啥物，心灵、心神较好的人渴望真理。身体病痛的人，毋茫得到医治，
枵饿的人自然想要食饱，要互饱足。这是上帝创造咱人上基本的需求。伫咧遮，耶稣已经为咱做上好的典范。希律王为着家己的尊严，一个生日时阵大请客，真喜欢伊邀请大官饮酒快乐。上好话是老话，比喻来结局。耶稣却是为着遮无瓦壳的百姓，一个高官。一个旷野来教示因，伊用上基本、上简单的食物，互因得到饱足。最后，伊超过温度的想象的方式来结束。咱的性命，咱的性命，若有法度甲咱的主来连接。咱就要得到安息甲饱足。若是咱的生命甲世界来联合，咱就干那会用的得到痛苦甲悲伤。咱是毋是愿意来面对咱的耶稣，来甲伊同工，学习伊疼人的心？看到身体摇摇，病痛的人，心肝伫咧黑暗中，心灵受到威胁的人，咱学习耶稣伊所做诶，人民因关机紧握因，去帮助去补足因的欠缺，咱作为阿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满心感谢服侍你，因为你美好佮水的脚印，成做阮生活的准则、信仰的典范。借着今仔日的经文，提醒阮对阮社会的关怀，对济济伫苦难中、伫默默受的人。爱有怜悯的心，帮助阮成做一位牧者，亲像你一样，牧者的人无阁亲像无牧者的样相法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圣会应该有结束。